美好的戏剧可以让人永生难忘，可以与您同悲共喜。连续五年努力打造原名戏剧天地，95年制作史上第一部原名大戏《猎人》，96年飞鼠舞白狼给您最诙谐的原名喜剧。他每天放鸡蛋带给我，把它拿回来给白奈姐姐重新再来卖的。很辛勤的蛋，这叫资源回收。98年海用的王国改编自原名小说创作。像我这次的《哈勇的王国》这个作品呢，我交给这个制作团队呢，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、态度又很好的团队。那我们到后来呢，我们都互称亲家。我说我的女儿嫁给你，错的不错。看出发波那个，主要是属于你带着吧，分手了。99年回家重现88风灾那么下乡人的深痛悲剧。99年看见天堂，由原名新锐导演再度诠释三鹰部落的拆迁事件。我们有太多太多兵员被排斥到角落，那我们有太多问题。我觉得小人物啊，在生活上他努力的一些种种，我们即便他在黑暗中，他也会发光发热。永远太多太多的小人物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人情味非常非常，才能够感动人。无数的感动尽在原氏戏剧，原氏5周年感动您的心。